今年的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，你知道吗？比疾病更难治愈的是歧视，请和我一起对抗歧视，每一个人都应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。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，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。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是误解、歧视和恐惧的本身。现在我们就去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吧。我是张艺兴，我在拥抱你。